各位会计系的新鲜人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到会计系，我是会计系主任熊信华。从2021年的夏天开始，我们要一起在这个地方学习咯。会计系的课程包罗万象，包含审计、税法、资讯管理、创新，还有金融。实务上手，就业不愁，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实务训练。因应实务需求，我们设有租税法课程模组，因应数位时代，我们设有会计资讯模组，连续每年获得一化教学还有 ACL 电脑审计教学优良奖。会计系专属的电脑教室与实务接轨的软硬体设备，是我们实务能力强大的秘密，课业问题都可以直接请教授课老师。我们有12项的特色课程，大一的会计专业伦理与团队建构课程，鼓励同学参加戏剧杯的合唱比赛。大三设有毕业专题制作课程，每年的5月到国税局进行综所税的报税服务，开设各式的实作课程。大四有全年的校外实习课程，实习的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、金控及银行，还有上云科技跟鼎新电脑，都是我们的实习的伙伴。参加研讨会或者是各式的论坛，增加实务的见解，校外的企业参访，启发理论与实务结合的能力，还有参与劳动部的就业学程计划，然后将课程融入专业证照的辅导，同学毕业之后的平均证照呢，可以到4张哦。国际移动学习计划，辅导同学出国学习，增进视野，推出与会计相关的跨域学程，由会计系跨入财务、金融、国际企业等等的领域，成为职场的抢手货。再来看看历届优秀系友表现吧。想进入会计产业的，可以进入各大会计师事务所，并且会计系毕业可以到任何的产业就业，担任会计的工作。会计的职缺永远是上千笔，会计、审计及税务部门也都是公职可以考的类科。这是历届学长姐考上会计师及教师的榜单，赶快立立志向，未来你的名字也会在榜单上。学长姐们各自带着会计的 DNA， 在各行各业里面尽情的飞翔。我毕业于20工商商业经营科，恭喜同学选择会计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会计系。我毕业自长荣女中外语科，欢迎大家到朝阳会计系。我毕业自花莲工商会计科，有志从事会计、金融、财务管理工作的同学们，都可以从会计出发。我毕业自新兴高中国贸科，会计人资毕业出路是最无限宽广的。我毕业自资用高中资储科，除了会计，就懂各种财经大事哦。希望同学从现在开始准备好心情，以正向的态度进入会计系就读。同学们，开学后见喽！